姨说话后来怎么知道弟也是哥哥的？因为看到那个簪子。剧透了！哎呀妈呀！我没播到吗？啊！哎呀，我听见，你听见了吗？你们没有？对，就是因为就是看到了秋月的鞋了。你们听见了吗？鞋还是那能擦着吗？那个呢？没听见，原来挺好看的，挺好看的。对，看到鞋了，然后呢 ？A 追。然后就觉得哦，是秋月，我还好吧，我不是很沙雕，就我是配合着玩，因为孩子嘛。对，是，就是家长一般对孩子都要比较宠爱，让是，就是孩子是，对，确实挺不容易的。好，下妈妈爱你。